塞那个窿，溜翻啲嘢出嚟。下刀了。死咗只鸡。哦。只鸡屎忽。关节位。就咁一齐讲核突噶嘛，我个人都唔会食鸡脚。鸡翼夹翻个窿度，咁样放。塞佢落去，睇，好，完，物，哦，屙咗嚿屎出嚟。试下呢个位置，睇下冇血，冇血就熟噶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うん。わあ、どうする？我哋嘅熟女嚟嘅系咪？唔好用手，用叉。好好慢。Merry Christmas！ 今日同大家整咗呢个圣诞烧鸡，虽然未圣诞节啦，但系你哋依家开始练定咧，到圣诞节嗰阵时就可以整俾男朋友食噶啦。今日就到呢度啦！如果大家中意我嘅影片嘅话，欢迎喺下面揿个 like 同埋订阅我嘅 channel 啦！如果你有咩想我教你哋煮嘅话，都可以喺下面留 comment 噶。拜拜！继续食先。嗯。哇！